新专辑的所有歌大家听过吗？好、啊，请问哪首歌？啊，有朋友藏，有小丑面具，哇，背叛民族啊！我叹了口气，我看啊。那这次呢，真的我要感谢的人都很多，嗯，然后不管是我的朋友，嗯，喊幕后的，还有一些主办方，还有赞助商，嗯，尤其是移动，我们都是 Amazon 的。我年轻而充满冒险精神，对他们也看成我是这一点，我一直坚持自己的音乐道路。所以这次呢，跟他们合作一直都有挺开心的。对，这次大家还想听什么歌？其实我还比较喜欢一个歌手叫汪峰，我很喜欢汪峰老师的所有歌，我觉得他的歌呢，真的是能唱到心里去。我觉得很多有故事的人唱歌更有深层感受。好，那下面的一首歌就是汪峰老师的歌，《当我想你的时候》。